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小燕，又和大家见面了哈。我现在呢坐地铁来到了这个你们有熟悉的地方吗？这个地方呢是倚山湖。因为刚刚下完雨嘛，觉得雨后在公园里，倚山湖这个地方是一个散步的好地方。这是这个倚山湖的中心。很好看，这会没什么人，应该晚上人比较多，白天都要上班，也不都是像我这样闲的呀。这里呢就是倚山湖的湖面，看这个湖面风平浪静，看那边没什么人，来这边逛一下，这边还有人在跑步，看来也跟我一样买衣服鞋的呢，去转一下看看风景。你在帮跑一波吗？看，准备去对面的爱琴海转一下，倚山湖没什么好逛的了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去看一下。设立了一个小型的旋转木马，是小孩子做的。好久没吃糖色了。好了，我现在下地铁了，已经快到家了，反正那边也没什么意思，就回来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吧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